了啊。对，七尺一的周琦和七尺的哈尔滕斯坦。嗯，勇士这边呢，这个球队的核心啊，嗯、还是乔丹贝尔。对，好，争球这边周琦呢，帮助火箭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周琦的一次抢断，他这个防守面积啊，确实是大。没错，一抬手啊，哎，外线的出手，漂亮，三分命中。啊，周琦现在三分球啊，很大的两个特点就是投的坚决以及出手速度的。这疯到这儿来了，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周琦就是可以无限换防啊，你看看。好球回来又干扰对方的上篮、嗯、看火箭队快攻火、哦、哎呀这个球啊林斯是没人签、嗯、所以我才签、嗯、搁谁也得签搁、嗯、你签不签哎呀、哦、又漂亮球上的慢了点儿哎呀球上慢是上慢点但是前面这个啊三分线外的、嗯、麦克布朗的长子麦克布朗有俩儿子哎现在看杜瓦尔的三分球三不沾这就是杜瓦尔啊为什么没被选上啊投篮确实不稳定啊、嗯！阿布刚才是上场之后的第一次持球，嗯，过度了一些，哎，站到底角，篮下没有夹击，第二点的机会也没有拿到。这个阿布想冲一个前场篮板球也不容易。没错，火箭内线确实是高啊。嗯，这是没走步吗？下来看这个快攻的处理，自己持球，好球，啊，第一时间没有出手。其实打法都是比较偏外，就是现在啊，就是阿布沙拉姆去跟爱德华兹对位的话啊，还是可以对一对的，身高上包括类型上是可以对得上的。分呢？分呢？朱奇，好球！我这球我以为就是上一反篮打一板儿。啊！结果扣进去了。今天周琦就是确实可能对面有这个老朋友在啊，打得比上一场还是兴奋挺多的。对。防守位置控制相当好阿布沙拉姆篮板球丢了一看周琦回事一看周琦算了算了算了一看算了、嗯、别玩命啊哎呀周琦跟阿布沙拉姆站在一侧了哎俩人也不聊会儿不过这个能给很多摄影师啊嗯一个机会也提供素材、嗯、这机会赶紧好好把握住因为这个可能就会成为今天各大篮球网站的一个头图，头图哎、嗯，啊，两罚全中，球员，那一场比赛就能爆成渣呀、啊！杜尔，嚯，这是阿布杜沙拉木的盖帽吗？对，阿布杜沙拉木，可以啊，这些补防意识还是可以。杜阿尔这球有点扎得太深了这球最后都是一打三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阿布补过来我今天比赛里咱们两个中国球员的这个个人风格哦呦这球擦板了擦板了很甭管什么位置我接着球啊就投了、嗯、就快枪手嘛接球就是迅速出手啊哎又一个帽可以啊、嗯、而且篮板球也保护得不错就是豪斯第一下跑过了一点再回来呢就有点慢有点慢了、哎又盖了周琦今天第三个帽这球又盖着了我的天呀